首先感谢这次能在这么危难的时候，让我哥哥林志颖从车上救下来的热心民众，让志颖能很平安的可以来到医院。志颖这边还有包含我们跟家人之间在做进一步的讨论之后，我想我们会再公开再给各位一些说明或新闻稿。我们只是路人而已。怎么样？应该进不了，那个应该救不了了。没有心啊！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直接翘起来，你看。就另外的路人先去抱小孩子下来。因为在他们在拖他的时候，那火已经在烧了。嗯，他们原本要放弃了，再拖不住还要放弃。